我闭上眼睛，会想到一些以前不开心的事。那你就一直睁着眼睛睡啊。怎么可能？我会想好事情。比如，我能记住的都是瞎眼以前的事。小时候的事都是好事啊。如果好事情里面有难过的东西怎么办？记住好的那个部分不就行了吗？就那么简单啊？就那么简单。 你笑什么笑？我在想，你从树上掉下来那天，记得的部分肯定是偷看春娇洗澡吧？我妈告诉你的。 蒙上眼睛，不用，他看不见。这么多放哨的。 是不是快到了？你不是说他看不到吗？放心，他是听到的。还来了很多车。 大家不要急，一个一个来，慢点啊。二七三到了，往这边走。200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把他眼睛蒙上？他看不见的。 乱说话。好，你不是去找那个姓罗的调音师了吗？这位先生怎么回事？领导，你烟掉了。局长，谢谢。马上开始考试。 我们要在这儿等多久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肚子饿啊！哎，出口在哪儿？你要干什么？他们叫啊！走吧。
播从右方出口离开。刚才放的是超低频录音，我们正常人听不到的音频。我看他档案了，他不识字。对，下一步测试你可以帮他。好。肚子饿了吧？哎，你没说要考试啊？你怕呀？哼，是啊，我怕吓到您啊。请各位把耳机戴上。我不用戴，就放着。开始。问题：刚才的录音中，在公共汽车旁的女人说了些什么？他妈的！你说什么？答案呢？妈的！答案？怎么会是他妈的？何冰。你知道701是什么吗？我们是一支看不见的部队，将来你要在看不见的战场上跟看不见的敌人做斗争。啊？那我的任务不是很危险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局长。这位领导跟我说好，是请我来调钢琴的。你现在叫我去打仗，那收费方面就很不一样了。你说多少钱合适，兵哥？我们说好的价钱翻五倍，合理。那我妈也不可能住在宿舍里了，老人家应该住洋房更舒服些，外加一台小轿车，进口的。成交。局长，轻一点。希望你能改过自新。改什么改啊？谁没犯过错误啊？别那么计较嘛。局长，可是我现在是在为国家卖命啊，算是扯平了吧。你没条件跟我讨价还价，只要你好好干，谁也动不了你。你不好好干，我们就会依法处理。你算是在吓唬我吗，局长？我是让你安心，只要你安心了才能好好工作，好好工作，我给你的价钱才合理。一个星期之内学会无线电和摩斯密码，你们的时间不多，别磨蹭了。你们局长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对你这种人算是客气了。算我倒霉。干活吧。啊，哎，放桌上就好了。把刚刚那张找出来。最右边这个是音量，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，把你听到的记录下来。开关、频道、微调、音量，听到声音。
听说你跟阿斌好几天都没有休息了。嗯。你的脸色很难看。在这儿好看有什么用？在这儿把身体搞坏了才没用。休息一天，这是命令。你的命令我当然得听，但是我也得完成上一个任务。这个放七号机上。师范学校。一号向左挪一点。看见一个城市。不，在短短的左边。这样可以吗？好。是这样吗？他们在做什么？阿斌开始找那些电台了，他说要从整个大气电波开始。这就是大气电波的声音。才五天，该学的都学会了。无线电就是声音，声音阿斌不用学，他又不识字，摩斯密码就是他学的第一种文字。行了，大夫说你血糖低，要多喝点葡萄糖。昨天你还发高烧，吓死我了。哎，把这药吃了，乖啊。光喝葡萄糖也不够，明天我煮当归鸡汤给你，还要加点芹菜。